大家好，今天更新了几个不错的活动哦，不错的活动。第一个是砸金蛋哦，就是大家很熟悉的，就是储值，然后他会给你额外的钻石哦。好，那另外一个的话是这个大转盘，这个比较重要。来看到异人军队拉尔夫，代表这一次里面有拉尔夫。好，23个水晶的话，我记得听说之前是水晶大概是900钻石一个，但是现在要打折哦，应该700钻石一个吧。然后我猜那16000啦，我记得16000左右会出嘛。然后武器的话，我记得好像是12000，我记得是这样子，武器12000。然后这个新的火舞也有，新的火舞也可以换哦。哦，而且还可以换这个罗把哦。它这个四选一的宝箱里面可以换罗拔跟女暴风，还有这个魅不之火舞，还有罗萨纳卡露露哦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些有的没的、哦。好，然后包括女泰也进来了、哦，女泰、超娜、包子、排书都来了。好，但是比较重要的武器，好，他这些都只有卡给卡而已哦。这个拉尔夫跟这个火舞，还有女泰。还有这个超娜，还有包子跟啊、哦、包子都没有给武器啊、哦，唯一给武器的两只是排书跟紫苑哦。那我猜下一次这四张卡，就是他新加入的这四张卡，也会这个水晶商店也会把武器给加进去哦。那之后如果有要换哪一个的话，就会轻松很多哦，会轻松很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打我们的跨服哦，原因是什么嘞？今天是我们的结算日哦，有没有看到？第七天的时候是结算日哦。好，那我们要直接来往上爬哦，看一下战报。好，一样是昨天打的哦，昨天打的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往上打哦，因为我昨天连赢了四场在大师三哦，但是他没有给我晋升到宗师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往上打。好，我们先打下这个16名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啊。好，他把这个放在前面了，所以我们就应该暂时不好打、哦。哇，又遇到我们这个社团的苍月，不是社团之外，我们服的苍月大大啊、哦。好，他又把阵容给调回去了、哦，又把它调回去了。那我们试打一下他。那、啊、这个阵容又跟一开始的阵容不太一样啊，又调过了啊。啊，最后还是把所有的主力丢到了二队啊。他、啊、那个时候为了不让我的一队打赢，他把女泰丢过来一队了嘛。后来好像甚至也把这个天狗粮也丢来一队哦，但是这种针对性的队伍哦，在他打别人的话会比较吃亏啦。好，那这个一队的话，我们是肯定应该是能打赢的、哦。好，排出直接满血被收掉、哦。满血被我的包子收掉。我的紫苑伤害实在是很差哦，尤其是在他没有暴击的时候，伤害简直不能看哦。不过没关系哦，他现在只是二队的，就只是一个替补角色哦，所以还好。
次元が違うんだよ。好，一队顺利通过，那他是二队，有1300多万的二队啊，就是他主力啦，完整的主力，他跟他竞技场一模一样的阵容啊。好，只用回来拖一个回合，没有任何作用哦，打了一个。90万的巨额伤害，好，要看焦的表现如何了。好，可以开始满怒的话，对焦的输出也会有所增加，因为暴击率会加了20%，3700万。1900万，但是没有人死哦，没有人死。有了有了，前排死了两只。哦，还好，倒头锁血真的有克到这个。女太啊，她即使2连带也不会对老头有什么太大的危害啊。没关系，我的4只主力还在就可以了。老头一开始吃掉他那个女太两个大，其实就已经蛮赚的。好，超娜也收掉。哇，还输挂！好，超娜撑住了，超娜撑住，还有我的焦还没有复活过。好，那这一场应该是会赢哦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因为我的焦在还没有复活的情况下进到第三个回合哦，那这样赢面应该是非常大的哦。好，那我们赢了，5次免死应该直接收掉。非常好，宗师组12名，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往上爬到第三名，有没有机会赢？有机会哦，宗师组第三名有机会哦。好，那我们打，哇，他这个，哇，有点棘手哦。如果两队交换呢？两队交换能赢吗？可是他2队1000万哦，两队交换这样子。因为我觉得我1队打是打不赢啦，但如果我这样子打的话，好像有机会哦。我们先打这个宗师组第四名，是不是在摸鱼是怎样？什么意思？他该不会说摸鱼，然后就是他转着圈圈就不给我动了吧？
哦哦哦，好好好，我差点以为我要关游戏了。先一刷哦，这样子是会赢的节奏哦。哦，一队当然会赢啦，但二队的话不一定哦。他一千万的女太，二队跟女太跟紫苑在啊。哦，他的脚没有开过大，没得复活。哇，那这个第一开场还蛮舒服的哦，教一个人直接一波流，不靠队友，一人一波流。好，即使是我们完全无损的情况下进到二队啊，基本上应该还是会被清得蛮惨的哦。火草开场大吗？欸，没有没有，火草没有开场大，只有女太跟还有这个，欸，对，女太跟紫苑。紫苑哇，打这裂啊。欸，可以哦，那我的胶这个回合不会死，等于说我可以拖拉到第三个回合。到第三个回合的话，我们等一下一波流上来应该会蛮有优势的哦。哇，可惜没开大啊，如果开大的话就舒服了。哇，超耐六门。哦，重点是女盾，然后搭一个罗巴圆护哦，所以整个伤害是会爆炸的哦，像这个样子哦。好，交这个回合应该是撑不住哦，撑不住，撑不住。好，不过没关系哦，我们能够拖到第三个回合就。对我的二队来说就非常优势哦。哇，这个胶真的是哦。哇塞！好，二队上来，他已经是没有体系的状况了。看我们机会直接带走他的女太或紫苑哦，因为两个输出手一定要带一只走，没带一只手应该很快就被收完了。好，打这裂可以。猫娜先收掉。哇，被这个盾给坑了、哦！傻白这个盾坑了我一波、哦。哇，那这样很危险哦，他超娜收不掉。好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但是他三只主力都在哦。还是蛮危险的哦，这个局面。第一个回合发挥的不太好。哇！
但我的拉尔夫可以坦住紫苑，应该是哇坦不太住啊。但是这个女太比较难坦哦，女太的输出是直接百分比下降的哦。好，第一回合坦住了，不过第二个回合应该就很难了哦。哇，他的超纳太硬啦。哇，那这个局面是会输的，会输的。好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这个他一队有交，对啊，他一队这样子应该打不赢。如果是我的一队打的话，应该很难打赢哦。然后二队如果又打不赢，他有个超纳在前面，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。好，果然是不好打哦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打这个第三名哦，宗师组第三名。那这个一队我们应该是比较有机会的，这个一队如果打赢了。打赢了的话，二队我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、喔。哇，伺服器又摸鱼了，拜托我修一下伺服器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挑战宗师组第三名喽。打到这个应该就算我们的瓶颈了啦，这一二名是无法跨越的这个大鸿沟啊。这个我们如果打下来，我们今天就播到这边。就播到这边了，因为也打不上去了，一二名已经不可能打得赢的事情。好，他有个这个新卡，这个新的库拉。不过新库拉我觉得目前还没有什么特色啦，就有一个盾，然后、没什么特色啊，他的控制也不怎么强，感觉。虽然目前是无法驱散啦、但是我看他也没有控很多人啊，就好像影响没有到非常大哦。当然哦，开六门之后就不一定了，搞不好全部干，全部都冰在，全部冰住哦，完全动不了、那就恐怖了。当然现在的卡都是卖这种六门的、因为目前我真的是看库拉没有任何什么卖点哦。后排的噩梦也被我的神器给收掉了，前排也免死也没有成功，因为我的包子它的毒无法驱散哦，它血就直接掰了。始めるか。哦，一个联动哦，噩梦也蛮怒了，可惜打出来的伤害不怎么好看啊。好，那我们一队顺利闯过了的话，二队只要不是他的蛟跟超纳跟女太太过于恐怖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哦。我讲恐怖可能是三只都有200万以上哦。
那这样我们还是有可能被翻盘了、啊。不过基本上我看他三只应该是都大概六七十万这个集聚哦。所以二队有交应该是可以。应该是可以赢的，我们应该可以打到这个忠实度的第三名。好，超娜是有武器的啊。好，交来吧，刷起来，2300万不高哎、欸，其实还好，不太高、喔，因为我们经常看到3000-4000万的哦、喔。刷第二下。又1600万，还不错。看有没有机会把超纳带走吗？啊，没机会。因为我是想说，把他这个交小精灵把他打到免死啊，然后神器就可以收掉，或者牌数可以收掉。结果血还差一点哦、喔。代表超纳的确也是蛮硬的、啊。哇哦！又遇到克星了。哇！好，再刷。好，他这回合死了，然后他蛟也复活了。女太免死应该还剩下两次，还三次。好，那应该是赢，因为我的蛟还有复活，只要复活起来开大，他的女太跟。蛟应该都活不了。我靠！三连大。好，蛟而且没死过。刷2000万。伊格这个球真的是很帅啊，堪称目前最帅的六门哦、喔，应该不会之后已经不会有人比他更帅了、喔。当初这个动画组实在是太用心了、喔。好，最后一下，太神啦！宗师组第三名，宗师组第三名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吧。2次次数的话，留着晚上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宗师组哦，这个小结算日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